快这边，快这边，快这边！哎，我要死掉了！那里跑！我的天！我累哦。我刚卡了一下哦。完了啦！没有刚没丢到。你要丢什么？捕获的啊。嗯。你放地洞了？放陷阱跟捕获球了啊！啊。 没办法，要再第二次。死掉一个。我确认一下你的效。浪费了。卡路亚。这边附近有恐暴龙哦。啊？真的吗？恐暴龙跟雌火龙在同个地方，经过了。我看到雌火龙回家了。啊，你往下走会遇到恐暴龙。雌火龙是不是要 scale 了？ 应该是他有骷髅头。我做他啦。我先回一个营地哈，随便走个地方。哎，我刚刚还在过这里。嗯，查一下。 你好，老框框。安安，你好。你好。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，안녕하세요。继续继续继续。 等下点慢一点，你看一下你的调查到底剩多少。嗯。它会显示在哪里啊？最后结算啊。这里啊。这里吗？对啊。哦，满了满了满了。满了。哦，喝个水。可回报调查。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要打他了，是吗？ 看谁啊？还没吗？吃火龙啊！看一下啊。继续看一下火箭队，然后还要回报。嗯。呀，这个手速。 然后，哇，我要怎么接啊？调查活动感觉麻烦哦。接什么？调查任务啊？调查任务都是优先的啊。调查任务。哦，这个、哦。然后就是调查活动。哦，你是说后面写调查任务？是的。 OK， 那这边啦，这个也随便啦。瘴气之盔接啊，等下也要打瘴气之盔。好的。瘴气，啊，然后找他，讲话，可不要受伤。啊，与总司令对话。 对面。嗯，他现在是要打主线吗？他在打主线啊。正在看。去。更怕，他还差你很远。他要解你那堆古龙族，所以你应该会比他还早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吃东西了。 刚刚洋洋敷到面膜，我心血来潮去拿了个面膜看，然后我现在后悔把它丢了。我想说你敷面膜就要逗你笑，让你脸上的皱纹增加。真的超快的。哎，我把它丢了。你的金蛋号没接到，火箭队喵喵有任务。啊，这边。找我帮忙，要什么？钓鱼的大餐。
神秘王国的女王。哦，要干嘛？接任务啊，要干嘛？打怪啊。随便一个都可以哦。对。那就南边。那这要跑剧情吗？应该要吧。看一下啊。好的，要。OK， 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你说你要发呆一下，又把面膜丢了，所以你又不用发呆了。现在来发呆。是上气之谷还是上？鹿山湖。哦。但是珊瑚下面是瘴气之谷啊。火龙来了！哎呀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欸、很漂亮啊，它的颜色，哎呦，它的没有樱花色的，所以它叫萤火龙。哦，哦，好大一只哦！哦，啊，猫咪呢？大龙，哎、欸，它好漂亮哦。对啊，但是感觉超难打吗？你又知道？必然每个都是，每个都是吗？我要发出专业信号吗？不用。我还跌倒。地形问题吗？怎么感觉有些地板容易跌倒？知道你身上都没有闪光弹吗？身上怎样？你又没吃饭。对，因为我忘记了。先回蛇，回去营地。去哪里啦？你营地就在隔壁，你要去哪里啦？你在隔壁吗？好的，啊，这里不是这里吗？不是啊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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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右转，贴着右边，贴着右边，贴着右边，右边，去。哦，既然他就不会跟过来哦。对。应该是。我忘记要跑剧情，而且这么快就遇到哦。哦。快了吧，剧情变那么快。哦，哇，大家好吃哦。干嘛？不是啊，我遇到另外一只龙。你遇到另外一只龙？对。我想说，直接那个丢掉。那我要等你过来吗？还是？隔离好了，就比较安全。先弄个道具。啊、你是遇到哪一只啊？飘。飘。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红大龙离我们也太近了吧？哦，你已经过去了。過去過我被丢包，然后就遇到了。那我过去了哦。嗯，是啊。我来找你们喽，发呆了。来来来，都来。神秘王国的王。该不会对这个没印象吧？没印象，我也知道，我写完就忘了。感觉得出来。No。我一来就受伤，太重了，要死掉了。后面打的真的好痛，我忘了吃饭，我都不吃饭，坏习惯。气了，反正觉得很无奈，两个都不喜欢吃饭。多谢多谢。他飞走了，往下飞而已。
好难哦！来这个程度就打这么厚，不小心点到整只鸡。来得真迅速啊！哦，被踹了一下。来下一个，来西瓜甜不甜？甜，呵呵，那你就晕了。准备了，西瓜甜不甜？过头，过头，过头。哎、欸，如果他那个炫龙是吗？炫鸟啦，到底哪里？你们都喜欢帮人家改名字哎、欸，一个泥龙鱼，一个炫龙。他、啊、好喷火喽，喷火喽！他在闪的时候，只要没有看他，就不会被闪到。你要在闪光的那个位置之外，地上会有闪光的线。OK。嗯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不能再发呆了。不行了。然后接下来就看我了，加油！来绕跑，绕跑大王！因为我的弓的快捷键跟那些都不一样，为什么是好的？哇，我也要死了！快跑啊！我不行，我被晕了。晕死了！被晕了，跑不了了。好难打哦，这一只。闪光弹啊，都没丢啊。好难，好难。不是啊，因为我没丢，没空丢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在旁边帮你们丢。也是不用啦，因为你被打的会痛是正常的啦。他有些很痛，有些还……啊？不是啊，你都已经上位了。嗯。嘿，啊，你现在的装备只是过度的。哦。已经让你已经不怎么痛了，不会说到太痛。你可以穿你原本的装备啊，你那套漂漂亮亮的装备打。No， 感觉会很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打，有没事没事，确认。干嘛啦？战友，好友，战友，先吃饭好了。你是说现实还是游戏？游戏的，游戏游戏。我现实变他，跟你讲。其实我现实已经在吃饭了。真的、哦？那你等一下吃饭啊！感谢小七点。然后去吃饭啊，我们打就好了、啊。你刚刚也不该出现的啊，因为你刚他刚刚在空中，你也打不到他、啊。嘿呀、啊，嘿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有新的，没有啦，我已经吃完我舒缓，吃完晚餐了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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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晚安，感谢。靠，你是谁？无名吗？没有啦，妈的订阅者啊，每次忘记名字，又很熟，每次忘记名字，快气死我！我完全分不出追谁跟订阅有什么。
追随就是他只是追随你，订阅是他花钱赞助你。他花钱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懂吗？花钱表示我有在赞助，我有在追支持你。嗯，好了，啊，酱油来吗？完了，老了，真的老了。让我发呆五分钟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先进去啊。好啊，绿人打就好。进去发呆好了。看。那我等你，快来。进去发呆。你是真心对啦，对不起，永远都忘记你，哈哈。你都忘记一个心结，没办法、啊。为什么啊？他就取英文名字，不取个中文名字啊？哦，哎，你是怪人家。当然怪人家。好，我问你 ，C H E R I S H 怎么念？不会。对啊。你怪我？可是你不是都通常？可是如果看久，不是都会知道吗？当然不会啊。好好 ，OK， 了解，了解。他也只有订阅的时候出现一下，然后偶尔抖那个赞助小鸡点一下、哦，就这样而已。比较少说话，不常说话。但是我被丢包了。嗯。要去。嗯。大象。桃园。比较少。吃饭，然后发呆。你敢？拜托你这样做。那我要去到处采集吗？还是我就待在这里动？跟我一起发呆啊！采集好了，走来一起采集啦！怕什么呆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肚子饿就想发呆，所以我要避开火龙。风飘龙竹鸡哎，刚出来就有。我抓到摇曳慢了耶。感觉是风飘龙无忌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要碰我肩膀了、哦。嗨，朋友，看起来好甲虫哦。哪一个好甲虫？好甲虫。你长得好甲虫、哦。你原本也穿那一套，你笑人家。我有把那个。那个。我的天。有改掉就对了，换一件。我现在打什么？火龙啊！嗯，不要去惹那只，好可怕、啊。那我太可烦心好了。你在捆呢、欸？把 bug 捆。你知道风飘龙吗？嗯，干。我要穿隐身衣走路去。啊，对啊，我穿的隐身衣就好了。对啊。嗨，傻了吧？我在你旁边咧，傻了吧？再见。欸，不要引他，我也需要路过的好吗？那我引他一下，我就跑。哎、欸，不然啊？我要怎么知道那个装备什么时候会解除？看你的右上角啊，那装备会显示。哦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木本。木本啊？小音啊？好。想什么？那你学一次。你不是说你要封印解除？操！啊我的妈呀！你也太会联想了吧，绿。哎呦。肚子饿吗？你还敢来啊？过去了。Hello， 那饭吃。你过去到那边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来了。我跟你们走反方向。又去。哎、欸，如果我把衣服收回去之后，
它就会重新累积吗？嗯，你坏了之后马上收掉、哦，它会以收掉来开始计算。哎呦，我已经先收了。哎、欸，我闪了呢。就是这么任性，让你以为闪掉了，其实没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你以为你？想不到吧？我还会喷虫。喷虫？喷虫？我以为没有，我刚刚说草。因为我刚闪掉了，结果他撸到。然后直接飞起来吃全部的火焰啊！我忘了装闪光，哎呀！冰火龙，一堆。去哪？哎、欸，这个三看起来，不背。当大业 哦，辛苦了。而且有个缆车哎、欸，这缆车可以下去吗？哎、欸，女生大业不太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女生大业很危险哎、欸，感觉很危险。不是啊，主要是生理上也不太好。啊，你说熬夜这部分？对啊。给我下来！闪你！真的爽。雀鸟是主动型还是？西瓜甜不甜啊？你还印象吗？你说卷龙啊，可以吗？哦，炫 ，OK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缆车啊，你知道缆车吗？猫空哦，这样。就是有个缆车，它下去会去哪里啊？还是会在那个啊，上那个啊，入山谷啊，不会去。我怕下面会有很危险。我怎么会有圣鸟没有来打我？我看到，我好像看到战友在我对面。对啊，我刚刚在抓水母当海绵宝宝。那我过去看看哈，我还没走过这个缆车呢。你要来抓水母？抓水母？那个缆车也是要解那个解锁东西才能用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莫名其妙，可是我可以走。你有，你今天有解锁啊？哦、我解锁了。哇，你还在我面前解锁的嘞！我真的，哇塞！哇，大家，我走了。哇，你怎么走了？你怎么走了？看来我离弓箭还很久。这样有改到名字了吗？有，感谢，有你改了，我看到了，感谢你。为了你改了名字，有几个都是、啊、真的是为了我改名字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都是英文真的是不来。看人啊，有时候中文太多、哦，中文是台湾才有的啊。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繁星的观众和干爹妈太多了，也还好、欸。像我这样人少少的，我就记得比较清楚。当时真的是人少少，可是我还是记不住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奇怪，我人少少，我也记不住。对啊，也是啊。好、哦。啊，我好加油啊！要，加油！要有下一次。他乱应该不会遇到他。嗯。请问这只跟雌火龙是什么关系？亚种。哪里？哦，也就是说你不过是个……你是没打过这一只哦？有啊，有打过啊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而已。你都没看剧情啊、哦？没看呢。果然是没有看剧情。你好明目张胆的讲哦。你都没有在看剧情这部分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他蛮正常的。对啊，
啊，对不起啦。你知道他现在到处走，我真的是觉得很烦。你看，一直走来走去，好死掉了。我刚晕眩，然后他走来直撞。我知道你不该出现。我觉得他还可以啊。不是啦，他现在不该，他现在真的不该出现啊。怎么说？哎呦！等我一下。真的好难打，我的妈！你又回来了，加油！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。Hello。死了，气死！气死！在哪里？但是，对吧？你们在好远的地方。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不知道，我连见到珍惜本人，我也说你是谁啊，就觉得很眼熟，可是真的想不出来他是谁。见的次数也不多啊。哎呀，哎，没什么。怎么了？我想说，我只是站着，他怎么突然？不要乱发呆，拜托。那我回营地发呆一下，不知道怎么突然他。对啊，怎么痛？你遇到残爪了，赶紧跑！为什么一个大大的东西在那边跑？吓死！不知道，上面。哦。白金主播就白金。突破完毕呀！啊！哇，这次打得好痛苦，我觉得是很，对，很难。这还好，是你们是跑过来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哦，那还蛮久的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在发呆，开始在发呆变大。啊，你在敷面膜？我在发呆。对，然后嘞？边打，然后打到一半团就，打到一半团就，哎、欸，然后就死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是肚子太饿的关系吗？吃东西啊。我都叫洋洋挂着去吃东西了，那我还要出去叫出去玩，开奶还挂着。你不是后面随随便便打开就有东西吃的吗？哪有，我都吃完了，不是、啊、没有买啦。你不是有个哆啦 A 梦在后面？没有买哆啦 A 梦，今天休息，帮我行。所以以后酱油生日就送他一堆食物这样子，可以啊。可是我生日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庆祝我生日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好了，这先关台啊。好，我要先关台，要再去看洋洋的台，但诺诺来，要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感谢珍惜，我会努力记住。